我们的这个引兜退柜拔这个手法水通的工艺呢，把它比成平面的东西比它立体的，现在应当讲是 3D 的，对吧？这个裁下来不是一个平的布嘛，现在这个立体的，你这样可以，那这样个也可以拍过去，哎，对对，高起来的，这是臀部，这是就是你这个背啊，你翻过来以后，你看，它就是这样一个弧形，三个弧形，这就是我们做的这个工艺在里边，水通的工艺，对吧？然后你拿起来去看，可能这个看不到。哎，就是立体的，就是要水通工艺的立体的东西。